我都是学 Q。未来很光明。First blood. 时刻准备吧。围棋这步线推的有点快了。男枪来了，大炮，你组装，冲击波，放眼未来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还有闪现不好杀了，要早点回去，不好杀他闪现。杀是杀不了，拖下去的话我要遭殃了，主要是，对，我是怕拖下去，我要拖下去我难受。哎，我的今天的手感好差。对，打口琴真要带火的。这波线他推回来，我有点燃可以杀他一波，我直接跳上去给他 all in 了。等我点燃好就30秒，30秒我就能杀他。他们打的是下半夜区。不用等点燃了，直接动手就好。是时候进行抵抗了，要不要骚一波？这波。要是这波这个饼干刷在上面，我还真活了。他刷在这里，他这饼干刷在这里，我按不了那个键。虽然真活了的。这个七太难按了，他刷在了七，是个饼干。手抓饼，
有点难吧，那个时候。这不信等他过来，我直接上去打他。我就卡着，他会上来推的。直接动手了，直接动手就行。这种装备打不过，我也可以埋了。我去，还真打不过呀！绝对不要回头，还真打不过他。不该进场了，后面。我将照亮前进的路。他这波闪现加好，一步错，步步皆错。OK， 他这波是真没机会了。我这波回家新石了，除非他能用一个闪现把我电死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被打野抓没办法了，被打野抓，打野不帮你，他也不抓其他路，那就没办法。时刻准备着。打了个520出来，他们已成历史。Shut down。已完全充能。反正这波这狗熊是一点机会都没有，他不可能再有机会了。完了。冲击波。我今天在玩什么呀？玩锤子，走位吃到了他这个技能，但这不把他秀了，这不想杀他要躲他这个技能呢，啊，难受。手感太拉了，今天前面手感挺好的，再把被翻盘之后就没手感。
杀不掉，我的伊塔没了，伊塔被下路拿了，那就再让这狗熊掉点兵线嘛，不着急拆了，那个是妮可，那个是妮可。 单上来了，但我觉得他那个血量他秒不掉啊，我就找他吧。他还真走了。变形完毕。 来了来了！我去，好低啊！他是反走了吗？这里头。 杀掉他，一换伤还可以，他没杀掉有点亏了。状态一般今天。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 就很好。放眼未来，铺平道路。 完了，根本中箭了。 死了，我就不信他能躲我这一炮。
没事，不杀无所谓的，能赢就好了。是真多呀，他射我，他射我。这波被他们拿小龙，浪了，浪了，浪。小浪了一波，不过他们好像基本上没什么技能。哎哎哎，我感觉算了。看就看瞎子抢吧，这龙可以。没抢到，没抢到，算了，我要炸。打卡米尔的话，带征服者一套 all in， 四五级的时候跟他 all in。对，这龙被他们拿了，我们有点拖节奏。大龙吗？谁抽大的话就杀了。丢闪击我不会，我不会。我基本上带征服者的话，我不出魔宗。来这里能蹲一下那拿枪，哦，他不去推。开龙吧，开龙吧，早点结束了。咱们直接下一把。不行，我不能走过去。蓝枪他要过来，他过来，他过来。他往下面走了。拆了吧，拆了吧。哎呦！
哇，这妮可是变了什么啊？这波怎么看不到他人在哪里啊？这波我真看不到这妮可在哪里。拆了吧，拆了吧。他是从哪里跑出来的？这里，小兔不算挂，还行。有没有需要那个主播直播打号的兄弟，可以加一下主播右下角微信啊。老兵过来了吗？好吧。